上可以看见机车车体烧得焦黑，只剩下轮胎跟把手，才勉强看得出机车样貌。这起意外发生在今天早上6点多，华中桥上有5辆机车撞在一起。根据了解，是有2台机车先发生碰撞，后方机车车速过快，来不及刹车，又再撞上来。好心民众停下车想要帮忙，但过了大约5分钟，后方又有1台车速很快的机车追撞上来，机车才会在碰撞后起火燃烧。我看那个小姐很慢，然后我要准备看后照镜要倒车的时候，要变换车道的时候，他好像已经停下来了，所以我撞上去了。这起事故一共造成6人受伤，其中4名伤势较严重，送往医院救治。另外2名伤者包扎后自认没有送医必要。早上6点多，正值上班尖峰时段，华中桥车流量大，加上疑似后方车辆车速都过快，才会酿成意外。提醒民众骑乘机车都要注意前方状况，减速慢行，避免意外再次发生。